快跑，快跑，快Oh 跑！my！找我。哇哇哇哇哇！八点啦，可以来喽！我赶快一进来，马上赶快先去跑。等一下，我买一下东西过去啊。嗯，你自己买好再过来啊！我赶快先把我家的铁买光啊，全部购买啊！没事没事没事，欢迎来，欢迎来我家玩。来了来了，哎、欸欸，你们还可以买，我怎么没钱啦？我怎么穷？你我要卖东西，卖东西去买。你要卖什么、啊？这世上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卖的？没有啊，没有东西可以买，难过。我绷带，绷带很多，我要卖绷带了。我卖一个绷带，卖一个绷带，买两个，不行，我一个铁都不愿意给露米。铁没差了啦，后面开始就是要铸铁了。好，虽然说没差，算了，是要买你的啊。呀，哎，这里的绷带比较便宜啊，50块好不好？两个。上次好像升级武器升级到刚好没钱。啊，我的天啊！对，为什么对话？卡到对话吧。有了有了，就露米还不进来，我来了，还不进来，我买东西才过来的，可以，那这里你也没什么东西可以买啊，我难过了，都不留一点啦、啊，我家的你们有自己家的可以买，哎、欸，那天是露米是解锁的那个吗？打队友的那个，我看一下，对啊，我那。天怀疑人生，都要被打的那个特性，就真的是怀疑啊！大傻眼，等一下，我们本来就不会射队友，我们不需要那特性，他才需要。那个是被队友射到减伤，还是射别人减伤啊？应该是你们射我吧？你看一下，他有说明。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我不要看，我不要看。按一下 X， 还有详细说明。X。通过受到10次来自友方的伤害获得10次，没有十次。那个他的介绍是什么？就是降低受到友方伤害啊。哦，那就好。啊对啊。哦，降低受到的。降低受到，所以代表是我们打他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对啊，不是很重要啊。对，因为我们不会射到你，反而是我们需要。那我们是不是要解一下？啊、我多射一点。是不用这样。回到上一个存档点，回来了。Yeah. 上次玩到哪忘了？忘记了。被一个双刀砍得不要不要的。啊，想起来了，我们有那个好像那叫什么？那什么 key？ 对，那个 got the key， 还差一个就可以去开衣服了。至少有一个那个吧，一个先装好了。对，闪光棒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是要往回走，是不是？地图重要重探了、全部吗？因为它都是随机的啊，所以哦，这沙漠地就继续往前走，是不是？好，好，好，行，走起来，走起来！我在你们后面比较好啊。有，露米都是戴头盔的，繁星就是 hot hot， 就是那个最帅的那个，并没有全副武装。算了吧你，听到后面有枪声觉得很可怕。我在射啊，我杀两只了、欸。我想说，一等下是不是他是要攻击我了、欸？是我们要怕啦，傻眼。哎、欸，好多人哦、喔。给你打、啊，送你的、啊。声音，自信呢？还有只狗狗，奇异的狗狗。X 有换武器，哎呦，哦这里好多人哦，你不要死就好，后面超多，已经扣血扣很多了，
你是来薅我们的龙心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你的龙心看起来比较好吃，没关系，环心在不怕。哎呀，哎，不要救他，不要救他。我要吸过去给巧克力。好多狗狗。Surprise！ 哎、欸，卢米，你拿的是散弹枪哎。对啊，我拿散弹。啊，你怎么那么远就打、啊？嘿、欸，哇，你的散弹是散弹狙击哦。哎、欸、我把散弹当狙击。头上紫紫的，你看到吗？什么、啊？紫色的东西？欸、在头上呢。对啊，找东西上去。上去。头上长紫色了。不是绿色就好啦。走这里，走这里。走这，对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我被忽略了，我觉得我被忽略了，很难过。你怎么现在才发现啊？快点啦，等你看啦。水蛭，就捡就好啦。给你啊。哎，水蛭，鱼镜，吸血虫虫。来看哦，回体，近战攻击，汲取生命值哦。我怎么以前没拿过啊？好猛哦！你用近战可以吸血，逃避被动的怪物。以前没有哎、欸，吸血啦！你看看，水蛭啊、跟我们玩就对啦，好好哇、啊！我这是火焰吸血，感谢超级留言哟！来走这就对了，吸血。火焰这条路感觉很瞎趴，哎、欸，走喽，下一关。啊，这都到下一关了，我不确定啊，因为现在这张地图也算是新的啦、啊欸，所以是要走还是不走？都走啊，都要走，都要走啊。啊，所以全走就对了。所以最好的就是一个章节，一张地图探完之后再关台会比较好。哦，不然对啊，可能我们现在往回走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反正之后重刷也都可以吗？哦，这是哪里？哦，有存档点。下来当然会有啊，摸摸。摸摸。捡个钱，好再存。暴力存钱。看你，附近有了吗？我不能存档，他说附近有敌方生物，不能睡觉。哦，这是下一张地图没错。了解。为什么你可以做？嗯、啊，我也可以做。你不行吗？你再一次。嗯，你出了问题哦。你又不行。咦？我先把他干掉，把他干掉。砍他，不让翻心躺。你看前面有一个，哎、欸，可以了，我可以了，我可以了。你可以了，好。拿个铁。牙骨。那个人特别想要与你在一起。拿个超级留言废料。耶、yeah! ！我这边有人说他喜欢远距离散弹，一定有伤害但不痛。废话，你打到就有伤害啊！走了就可以，但是伤害力就不高啊。哦，对啊，但是至少做得到，要三发。啊，那你改用远距离的枪就更好啦！哎、欸，又拿到戒指喽！我用戒指，白痴，我死掉了！你用死掉，你掉下去，对。啊？你掉到哪？我们就回去摸摸就好了。对，回去摸摸。他有个断层，没事啊，回去摸摸。好，这是人形哦。那你要不要跳下去？就这边，就是这边，再跳下去会死。你跳看看，跳下去，这里啊、哦，真的啦，跳看跳，哇，好棒哦！我被丢出来了，满头问号，超 M， 又出来，哎、欸，我看你们没有哎、欸欸，没有哎、欸，坐着，哎、欸，我们是坐着耶，哇，真好，可恶，你再去死一次啦！我刚想说，再去摸看我死掉，怎么死掉会喷个戒指？刚刚是叫什么戒指？逃避？不是。爱另一个加生命的、那個、哦、嗯，还好，继续下去看看啊，再跳一次啊！觉得那边下面那么难走，一定有大秘宝啊！哦，你们下一集就接这里而已，
直接跳下来而已。欸，不能卡位。近战 CC 耶，哦，这边会有那个丢丢丢丢那个烟火的，丢什么？火箭筒的，火箭筒的。火箭筒听起来很强，啊，我先蹲一下。这听起来很可怕。反正你会听到咻，哎哎哎哎哎，你被咻了吗？对，我被咻了。哇哦，哇，我听到了那个咻，我听到了，好吓怕哦。就很奇怪啊，这边应该是原住民之类，怎么会有这种科技，对不对？你像是被根本在打枪犯啊，军火库啊，哎，死了！哇靠！小心小心小心，这里敌人很多。我记得我死在这边很多次，之前。你也太嗨了吧！那边左边左方很多人。那里哈，都在前面哈。看那个子弹，其实看不太出来。看那个弹道，找不太到。对，哦，干掉！狗狗嘛，狗狗嘛，又是狗狗，再狗狗。卢米可以播了吗？萨满，哎，有精怪哦！干掉！啊，哦，好，我没看到，还没，他还活着。卢米，为什么他不会死？我的不能补，我还没补。啊，因为我没用那个，我刚砍他超多下了。大枪啊！偷拿了子弹。玩依靠卢米是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你可以，你要相信我哎。没事，萨满。外面超多人哎。那萨满超硬哦。那我帮你们看好了。睡哦，睡哦，睡哦。我不相信卢米了。等我一个补师，相信我一下嘛！哎，相信你你就倒啦！我放生你！不是，那萨满在我旁边放个怪东西，我死了。他放毒啦，我看到了。那是辐射啦，毒！哎，你后面等一下。辐射，辐射，辐射，巧克力下来了，他可以的啦。我陪你，你有没有要救？你没有要救，我就救。我救了。我已经。我原来我也在，我也在这个锁血状态，救过，救过。你的那个回复有没有？没有，我就自己吃了。没有，没有，吃，我的还没好。我躲起来。哎，他跑起来，跑去哪？墙壁后面。姿势手卷。哎，好，死了。等下有声音哦。有。上面。Kill。军火库哎，这里。这也太多人。我也在弄我的技能。我对面还有，小心哦！炮弹啊，好大一个炮弹啊！哇！你要先用那个可以续的哦。有在用了。你该不会续的是散弹吧？不是。好。但是现在还在续。该不是冲锋枪吧？哎呦！对。你。不是，所以我才没有用那个冲锋。不然你是用在冲锋枪上，那你就冲锋枪打过来。我打到繁星的头了。你是打针哦？我帮你补血啊，什么啪叽一下什么？不要，刚才喷出来。哦呦，两下，感觉他近战的吸血没有到特别多。嗯，要配合那个有没有回避？完美回避再加吸血啊！对，刚刚都忘了回避。哦，反正你都边出发嘛。对，没事。来潜入他们的家。哎，谁声音到？声音到，声音到。哦，我这。我下楼下面，下面，下面很多只。我哦啊！你挖克隆线啊？挖克了。灿宝宝，灿宝宝。哦，他们也太开心了吧！修哦，你们！下面也太嗨！躲起来，躲起来！喝水，喝水，喝水，喝水！没大枪哦，有子弹了。开宝箱。面。
想对方先干嘛？哦，那是你哦，那对啊，是我、啊，早知道不帮了。那我就去死了，是不是？我跳下去，纵身一跳。你到底技能好了没？还没啊，这好久、哦。不是你那个他好像是算伤害的，你伤害越高，那我打的急的越快。你又没有在打怪，他就急很慢。我的都快满了、啊我不要那个双的那个，我两个切来切去，因为我觉得那个伤害好低哦、喔。喂，哦呦，这里居然有箭炮！哎、欸，后面，红带，后面，还有一只，我砍他。欸前面吧，哦，有双刀啊，到了。后面有一只，你的前面有两只，我的这个地方。前面不会只有两只，前面源源不绝啊！你想好多、哦，耶、yeah, ，好吃好吃。哇，不行了，等一下，不行，这样打不对。有，在救巧克力，他巧克力，你好。他最后，好，有救了，不行啊，倒了，啊，你推推了他，他跌倒，可是附近还有很多人哦，哦，碎，有够大只的，还有，阿强借我剑，阿强借我，你这么远用散弹，我只有、啊，所以你急得慢呢、啊。感谢交仔超级留言，我换了。嗯，蓝的，太远，不要理他。算了，不理了。那自己靠过来，还找子弹啊，射到快没了。我也是。他弹药箱那些可以丢出来吗？ 我的那个补血技能都还比你早补回来。我没有那把枪，特别用散弹打、啊，坏习惯，嗯，去死呀！哎呦，很多人，自己人，没事，可以存档了。耶、yeah ！哎、欸，不要啦，存一下啦，存一下，这就不是存档点啊。自己人。太可爱了，你说你是用信仰在射的。真的，我超喜欢散弹的，就会射到。那真的，散弹最棒了。他搞到命中率比我们高，有没有？高个屁！哎呀，等一下，他妈的！不要这样子嘛！我已经有获得了，等一下说不定解锁新的、哦啊。你有获得了啊？新的那个技能不痛。啊，不能射你。躺着啦。好啦，躺、坐啦。哦，这一关哦，我觉得这一关没意外，应该可以直接过了。啊，就这关蛮好打的。前面 boss 吗？对 ，boss 了。就前面了、哦。看这个迷雾啊，这个迷雾。耶！至少我们有子弹啊。好。等下要存一下，养草莓。哇，这个雾长这样，好可怕。Everybody OK？ OK OK。好。反正第一趟就摸索，失败就算了。对。好。那特殊打法这一只应该是没有啦。没有要断尾之类的，我看它是什么东西啊？它是一个面具盾牌，咦、欸，我要有嘴巴的面具。哦呦，一进来在那边弄我，然后哦呦，刺激，先我就可以先打那个头颅，对，头颅要先打，会打到会那个装弹，然后它。嘴巴张开会变成弱点，可以打。好，我又来，够了。超多嘴巴哎、欸！呜、哦，痛的嘴巴。头颅嘛，很多头颅，还敢拦？头颅其实还蛮 OK 的。多的时候好像就不是很 OK 了。欸，他人呢？他会先遁地。哦，难怪最近都是头颅。哦，
哎、欸，我怎么快死了？有了有了有了，子弹不多啊，大哥，给一点子弹啊！有了，好，是不是掉小头才有？呜呼！赔到了，赔到了，走力走力！哦，我又满了哦。喂，你满了是不是？对。可以再晚一点，现在血还蛮多。好的。可以补，可以补，可以补，可以补！我好修，我好修。谢谢。不了不了不了啊！谢谢大大花，他直接从我。哇，我也修，我也修。我燃烧三呢。燃烧三，吃。吃汉堡包。他躲，他躲，他遁地了。嗯。我捡个子弹哦。行。你是被打到才滚的。因为我子弹没了，不子弹，不子弹。吃吃吃吃个子弹先。被打到滚跟子弹就是无关的。哎、欸，我后面，前后左右各种投入。哎呀，你等等等等。会烧啦！有够烫，小腾腾！不要再烧我了！你看起来比较好吃。我的子弹几乎快没了，地上很多小子弹，我这里。好。哇！掉到那个水里面很亏啊！别再烧了。冰酸呢、啊？哦，跑跑跑跑跑跑！哦，啊，他要换那个了，叫小怪形态吗？没有，叫小怪而已。OK。哎呀，别吓人呐、啊，小怪人。换呢、啊？我再去墓园。努力的狂奔捡子弹。我真吃到快没子弹了，直接吃了那个子弹箱。吃起来。你真的是我人才欸，我本来就人才啊。看你们喔，他糟糕，他糟糕。嗯，中远距离冲锋枪伤害也不高。对啊，那只是射得快而已啊，给新手用的。喂，我滚，我滚，欸，打不到，打不到。叫，他真的很爱叫呀。跑啊跑啊再跑啊你！哎、欸，呜，好、哦，哇，好烧好烧好烧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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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滚！动不了！我滚！太烧了吧！哦呦！最后一个汉堡包吃，剩一颗啊，倒了。救不了、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悠悠，我救了，我救了。快跑，卢明！完了，我现在、哎、我现在也没东西了，我现在也没东西哦。没事，我可以救你。行。打他嘴巴，他快死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没有放那弹药库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是是是是，回来，回来，结尾刀。有了，有了。然后感觉好像是我打、哦。可恶！哦，我倒了。大枪刚好没子弹，哎，救不了哎、欸！你有没有汉堡包了？我有哎、欸，对耶。好，我就这样，然后就躺在地上等你们。然后我们就慢慢收东西。我看到那边，哎呀，哦、那是子弹，黄色应该是子弹、哦啊，黄色是钱，黄色是子废料、哦，黄色是钱、啊。好香哦，怎么有那么多钱可以捡啊？你没有、哦，你这叫躺着赚。我也想用，他都要躺着赚，不用动多好。你刚获得的是什么、啊？什么碎片？应该是技能、哦不是特性哦。是 I 吗？我刚好像有看到。那是技能。哎呦，要回去跟那个葛柔买。好，有要买啦。啊，请问露米在干嘛？我睡得很香甜，等一下你们到存档点的时候把我叫起来一下。不要。不要打太大力哦，小力一点。坚决否定。不，
等一下会不会弹出来呢？没有箱子哦，要找一下，我记得都会有箱子啊。这个不是吧？那我们找一下。好，你们慢慢找。旁观者都不会帮的。我看，我只能看你的视角啊。你这里这么大，应该没了。没有哎、欸，看一下。嗯。啊，在虚空，不可能在下面了，还想骗？这没，我都没体力了。还是他是小王而已。小王也有啊。咦？我觉得关键还是弹药库要放。嗯，他打到没子弹、啊，但他真的很贵。买到没子弹了，怎么还没有摸摸？哇，露米，跑跑跑！我不要附我，我不能附我了。好，我们刚应该回去摸摸，回去摸就重打了。对啊，你们要重打、哦？是哦，回去摸也是重打。嗯嗯 ，Go， 可以的，直接冲过去射爆他们。诶、欸。哎、欸，这种是这些怪啊，这些比较嫩的。这个是我讲过，这个会回一圈回来。哦。对，我们就是绕一圈从这边。简单啦、啊。就可以啦，我。他根本打不到我啊！我直接切过去。不打、啊。用近战就好了。对啊，生子弹。哦，手卷。我又拿到。好香哦、哇，特技是可以点到多少啊？20哦，还可以更高，20吧。嗯，你是知那个长老知识吗？我的长老知识已经到17了。嗯，原来都点长老知识了。当然啦、啊，开玩笑、哦。你要长期培养，当然就是先点浓的、啊，先点满。你这是活人还是死人？哦，走走看就知道了。哦、怎么合？我也要。它可以要插入一个方块。对，这个是一个任务道具。我忘记这边是怎么打了，所以慢慢来吧。好。欸、这里可以摸。这里有摸摸。啊，等一下，先不要管摸摸。啊，你不理他、啊啊。好。不是，这里很漂亮。哦，这里有人呢、欸。好啦，你们两个自己去小房间啊，我难过。对啊。我。我慢慢等你们。哎、欸，我看一下对话，狗狗欸、你看不到、啊，看不到，可以看他做生意。他是卖一样的东西。哎、欸，我记得他卖饰品的、欸，对，他卖的好像有比较特别的东西。治疗者神符，龙心会以 50% 的基础效力对所有友方治疗。哦這個、所以这个就适合 Lumini 带。对，这感觉，哎呀，你买了然后 Q 出来给我。还有远端击杀，远距离伤害可以慢慢堆。它是饰品的，我看看我原本饰品是什么，怀表，体力增加，那就是给 Lumini 的、啊。嗯，然后我死掉了。有，等一下 Lumini， 我先摸摸狗。好，你好好摸，多摸几下哈。因为它会有隐藏事件啊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之前的对话不是对、啊、一直对话就有东西，他的话我忘记了。原来是狗狗，感觉上面好像屁意思吗？嗯？哦，原来水晶在这，没有要开的意思啊！啊，不要我弹出来吗？让我弹一下嘛，拜托吧！好，不要。哇完了！摸了摸了，等一下，我中辐射，我的体力只剩一半。跑很慢，超慢。辛苦奔波。好老冷，手慢慢的摸。再说就不来。欸、我有啦有啦，我为什么刚刚没有弹、哦？摸的砍，坐的就没有，坐的就没有了。哦，好痛。这边有往下的路哎、欸。可以试试看啊！我现在都不知道哪边是我们弹过的了。
那这游戏就是你要记好你的路线怎么。哦，所以说就有可能会绕一直绕一圈。对，这里很明显就之前走的啊。是吗？遗迹啊，那个外星人遗迹下去的那个走过。再看一下吧。你看，原来是这两个人啊，那天有走到这里。真的不好讲哦，不一样吗？对啊，因为他有些真的是都是懒嘛，会做一样的东西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不能看地图而已，等成本，一切都是表象。不然为什么会在一个地图迷路那么久？一样吗？哦、有印象吗？我觉得好像是一样的。那这个地方看起来是超像啊，连进来的感觉都很像、欸。那不然换啊？可是上面有东西耶。这里是那个吗？钱就是拿那个闪光棒的地方。对啊，所以就是都要探、好好探呢、啊。哦，你是说我还有一个闪光棒啊？你说要放、就是、开闪光？对对对对对，要开是不是？看你们来了，我想说一次再放就好了，看看呢、啊。所以就你说拿三个是不是？这不是啊？想起来，这不是开闪光棒的。开闪光棒是那个吗？开闪光棒的话，会有那个很多头在飞。都头哦，对，骷髅头。也有人说这不是辐射头。这游戏用很多重复要素。对啊，长一样不一定来过。那我们先去比较不一样的地方。好。刚刚太跟之前太像了。相似度高达 98%。 这是我们刚走过来的、欸、往右走啊，别人死路。这边有办法再过去吗、欸、有啊，可是有敌人，是那边门关起来的啊。不给我们开门啊。可以啊。还要拉开锁哦，那锁很单纯。往上啊，往上就不同了。怎么又长一样啊？对不对？我就说就是懒啊，都是这样子啊，都一样呢。你也只能走这样，往下就接回原本的路了。不太一样的那个了。没有，你要想着我们开锁过来了，就决定它了。一定是新的。Let's go！ 你说原本的近战武器不是比火焰剑伤害高吗？火焰剑帅啊！火焰剑有燃烧效果，哎、欸，它帅啊！打起来有快感呢、啊。戴在身上有没有帅啊？很开心啊！希望这边有闪光棒、哦，就可以不用找了。这我感觉也是来过的啊，超感觉超像，黑白影像，我觉得名字好像不太一样，名字就忘了，可是那地根本一模一样。对面是钱，这边呢？哦哟！饿打饿打饿打啊！这个不能近战，忘记了。那个罐子不能打，差点猫下去，太可怕。那是一个自爆兵，害我瞬间被辐射。我也跟着你一起被辐射。等下来收集治疗了、哎。我再看有没有紫色的光。哦，左边，你没看到我？不同层哎 ，surprise！ 你就在上面，有紫色的光，看到了，有看到啊！我不想激怒他们了。你们血都很多哈，我自己用哦。没有紫紫的医疗神符，偷偷看一下。那我上去帮他。
医疗者墙那边很多吗？他挥得很开心。我打完了。火锅。看看哦。去，神斧不能用。哎，对你刚刚忘了满。哦，对啊，没关系啦。你要吃，你是 medic。哎呀，没关系呀，我们可以双补啊。什么双补？你这个补可以当补，又当补啊？啊！哎，对面、啊，这哪叫补啊？我先揍一下，先给糖啊，有没有？糖是甜的，你这个是子弹。我先给子弹，再给糖。专业拿东西。爬不上去。你是这样跳下来哦？怎么了吗？怀疑啊，是有问题啊。你做不到的事啊。我会翻墙啊，我也可以翻墙的。哎呦，太多只了！哦呦，哎呀，砍，这样砍到我！哎，上去了，上面冲很快，上面冲超快。哎，没事。用。叮。我开始新东西了。好像是那个、哦、屁股很大的机甲那个炮台。是吧？是不是那个上面吗？在这边的哦、喔，下面那里。对，我听到声音了。对面那里。恐惧。有很多只的。有啊，这张。对，是他。哦、啊，看到，看到，看到。有看到他。是他打屁股吗？对，屁股会比较痛。啊？看谁？看谁？看看我。那到底看谁？嗯。我改看露米了。你收到了2000。OK 的，有爆了！这样还有声音？出来！我出来了，出来打架！后面，你后面。这样。哎呀，被辐射死了。真的出来了，复活还不会补满，也有香香。手卷，哪一只？满满的鸡翅，然后走两边了。我这里，哎、欸，我走回去了，我走错了。对你走不同边，出来喽。不去了，我迷路了。我们回去找你好了。他遇到了，他遇到了，他遇到了。有有，听到听到了，他声尖叫。你不是那个面具怪躲在我这。对。你那边，你射下来，下来，先往后，我们在这边，往后。好。哦哟，小屁哟！哦，最后放一个红色，后面哦。哎、欸，后面。哎、欸，卢比，右边，等一下，我右边。没事。
一个瞬间啊，对啊，而且全部蹦蹦出来，居然有他。我那时候氪金达人有二十了，一个人玩这个我真的是吓到快死了，吓死人哦，恐怖游戏呢，恐怖游戏，哎呀跳，好的，又来子弹短缺了，嗯，还有没有增加子弹上限的那个特性？我好希望有拼命的射，说不定就会出现。这边感觉这边好像没走过了，怪怪，好像有东西咔咔的声音，好大好迷哦。对啊，然后通常到底一定会有水晶，不用怕，尽量迷。嗯，找不到路了，右上角地图，我是在绕圈圈吗？在欸，对，我们走超远，反正你走另外一面，我们走另外一面了。我知道，因为刚刚有个箱子没有开到。好，探查比较好啊。对啊，难免会有没看到的嘛，才可以找出正确的道路。到底在哪里？我们刚进来的地方吗？欸，对，我们好像走，我们走到一开始进来的地方了。我是哦，你走啊！我不走了，我不走了。我们走完全反的路，这边吧，刚刚走这里过来的。来了，哎，欸，你来了，哎，欸，往这里呀，啊。对啊，往这里呀，啊，露米。哎呦，就路痴嘛！哎呀，就说往这里呀，啊。啊，就跟你说是这里，你就不听我吼。哦哟，好像都很知道一样，然后全部人都在迷路。你们看到没有光？啊！但是我还是要找干净。动吗？没吧？有遗落的，嘿。到底遗落的玛尼捡到钱就开心，没有什么闪光棒哦，看哦，有找到路了，就说在这里哟，哦，你看我是不是把你带过来了嘛，要走前面啊，散弹子弹原来那么少啊，我的大枪最多也才50发，70是21，这样原本的28发而已，28发而已，对啊。为什么喜欢看实况，就因为自己不敢玩。哎，有了，露米可以走回来了，耶，有去买回来了，可以去买，要看我有没有钱啊，说不定我很穷，什么钱都没有。它很便宜哦，400块。400块，右边很多怪哦。啊？怕什么？没有，我直接去买，我们去打。我直接去买，去买东西。哎，爆来了！他怪换了耶。哦呦呦！哎呀，欸，是你啊，大哥大哥，对不起啊，是你要讲啊，打你不同啊，哎，欸，我滚了，你还哦还冲撞，误会，嗯，对不起，我还是被砍死了，等一下，哦，我来了，他的冲撞撞死我了。可我还用了技能，那我先帮你捡东西好了。我好想射你哦。哎，我是为了你好，怕你起来还要捡东西，太辛苦。捡东西装好了没？装了。龙。哎哎，没有，你突然往旁边过。我懂。小伤 ，OK 的。还好是拿冲锋枪。嗯。
捡钱呢、啊。嗯，这里就走回去了。好啦，装起来呢，回来了。可我们这样往下不是走回去吗？还是前面有没有走的地方？我等一下看一下哦、喔。红色是开好点的吗？红色是那个啊，水晶啊。是要开过才会显示吗？那至少你走过了嘛。那就是往等一下往前走，再往左。你确定哈、喔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因为是左边那边没有开。那、啊、你不是路痴？我看看地图嘛。那地图下面左边不就是我们之前走的龙？就有那个啊，星啊，有亮啊。欸，为什么我没有亮？你是以另外那面打开 M 看地图吗？对，我是看 M。M 的左下角不就是有的吗？咦、欸，为什么我看没有？那得啊，我看有啊。咦、欸，我看左下右下都，左下龙星，右下是那个啊副本啊。那感觉就很像是我们原本从左下打到右下。那这样我们要往哪去？左下右下啊，对，我那时候会卡一张地图卡那么久，就是因为那个可能只是个副本地图了。对啊，没有，你看这里来过啊，这里就是我那时候硬要走右边啊。表示我们要走回去了，表示我们要走回去了。没有，现在是上面右边右上角那个还没去过。有路吗？右上角哦，你说黑黑的那个吗？就我们一下去说那个好像之前走过的。好啊，走啊，那个我们后来放弃了。走啊，这个地图现在就只剩那个啦，啊、其他都走了。好啊，走啊。好 ，Go， 还先走前面。你们不知道带路，这里出来、啊。对啊，直走啊，直走一条路而已，有很难吗？很难啊。很难吗？很难啊，看不见啊，鬼遮眼。哎，七月到了，你小心一点。还没吧？嗯。走走。嗯，我、哦，你吓到我啦！确认你有没有走对啊？有啦，你看我跟的好好的，只体力有点少。哎呀，要补弹药之类的吗？其实还好，我们直接下去那边也可以摸，好吧？又是抗性，哇！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哦，嗯，会爆炸、啊？怎么了？没有忘记会爆炸了。我想说，咦，怎么了？只戳一下而已吗？戳一下就给他戳啊，结果居然就蹦了。啊，没体了，跑快一点，没体了，跑不动了。嘿嘿嘿，哦，没得滚了，我没得滚了，不要，不要，我来了。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要摸到门，摸到门就没事啦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哟，这边是那个啊，大王的那里。哎，我走错了，那是拍谁啊？露米。露米，不是我带路的，我告诉谁走在最前面，我走在最后面哦，不是我。出来看错了嘛？另一边啊，另一边。这不是我，看一下地图。没有，所以右下会接这个右上。嗯。所以我们要去的是正上方啊，对不对？嗯。嘿啦，嘿啦。那。还想喝啊？我就觉得我要被杀了。然后吃一下。还敢吃龙心？哇，好吃好吃！哎呦，我又要开始滚地了。快点跑啊！啊，跑不动啊！有人说现在不是晚上七点吗？你剧院加八啊？你又不是加八剧院，我们是加八剧院呢。
好远啊！我等下决定巧克力回头我就滚，应该就不会被揍到了。呀！看我的反射能力多棒！我只是转一圈而已。哎呀，欸，不是，怎么连反射也要滚吗？这样我可能会来不及滚呢。哎呀！噔噔噔噔，往下走。999，只剩这里了啦，好吧？只剩这里可以走路了，对，也只剩这里了。所以一开始觉得这里好像走过，其实反而没走过，确实要走这。摩诺哈德，对啊。这样还要再摸吗？应该不用了。不用了。欸，怎么了？干，欸，嘛？怎么了？不一样啊！没来过啊！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！太像了，怀疑人生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里面的怪不一样。咦，那个怪几乎也一样。然后刚刚写的字不同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，欸，后面，后面。哎，欸。地图做这么像是要的，嗯，那个怎样是这边点位都一样，但至少如果我们来过，它应该就没东西了，对吧？嗯，好，这样子的话是不会有东西啊，不然就会这样子一直存档刷钱。嗯，我曾经这样想过。你没有开箱了吗？我开过了，有开了。哦，对对对，那个是我开的，欸，前面有紫紫的。好。是蓝蓝的设计师，啊，我直接剪，你看不到，蓝蓝的没看到，yeah，没看到特性。哇，我要点新的特性了，等一下，让我们来啊！不要点，不要点进去了。哎呀，那你们逛下面，我去上面逛。耐体力，体力生命，下面加一点体力跟生命好了。哦，是这边。你说低成本作品，这应该也不低成本吧？它应该不低，还蛮强大的，欸。下来，可它其实售价是便宜的，啊。哎，欸，下来，下来，那边没有了。是我这边。哦，好，嗯。OK， 我们打专业绕圈圈，打死我们，打死！哦，上去！哎呦，吓人！还有，还有，我打前面。还有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你小心！你们那边开了，哇哦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看到了。你引到了，你引到了。哎嘘，在我这边，提示音出现了。有听到了，在我这边有音。你引到什么啊？那个，欸，面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晃晃晃。都在下面。面具哦，面具哥来了，只剩你了，剩我，对，后面也倒了，对，我也倒了。好，等一下哦，面具刚好缩巧，巧克那边，哇，你粮草这样用的，啊，自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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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哇，卢敏可以吗？啊，没事哦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去抓，我还有二分之一以上，没事。他，啊，快死了 ，OK。哎，欸，我光还没下，后面没事哎，欸，怎么会是这呢？就你哦，露米。嗯嗯嗯嗯，我从下面没有问题啊。嗯，是引怪，我专业引怪，代表你走的是新的路啊，你走到哪？这里，对，那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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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吗？对，那你往那边走，那边走，我只是回去看一下。看这边是长怎样？哦，前面这个。哎，欸，对对对，去吧。边来一个。
很嗨呢。现状小怪超多哎、欸。哦呦，想做坏坏事情。哎呦，辐射也超多，凶。要补血吗？哦哦哦哦哦！蓝光棒。哎呦！等你捡完。来来来。脚。这样就有第二根，之前拿了一根嘛。对，我们还有两，就结束了。上一次有开了一根啊，后来又剩一根。对，嗯，我身上现在有两根，这样等于就是全部了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对。我还想说他重置，连之前都会重置，没有？没有了，好下去。那再就是要找到我们那个上次开那个门，叫什么实验室吧？那个门完全不记得它长什么样子。它反正门都长一样啊。我有声音了噜。嗯，没有，到这，我顺便集香草，不然不能救人。欸、香草很好用哦，有一关的 boss， 你只要丢一颗香草，你就可以把他杀光了。他就一直打香草，你只要从后面捅他。那么厉害！好像带了什么东西，看一下。好像是带护盾诶、欸！我靠！吓死我！这边这边，哦，我这里是。阿宝，还好没射到。哎、欸，引到了、哦，红暴印记，卢米那里，你为什么往怪那边滚啊？我一路滚上来就啊，你又滚上来，然后就被打死了、欸。我这，底下哦，好，我救卢米，好好好好，卢米你要活着哦，你后面小心哦。有，我看到。喂，哥打。哦。卢米吃龙心看看好不好？什么？我吃龙心看看。吃龙心，你吃龙心会补血啊？吃，哎，所以、哦、你们也会跟着补、哦？对，才叫你用那个、啊。那我可以，那我应该多吃一点。不是啊，我们叫你吃再吃，对，比较划算。哦，那现在就。龙心巧克力没了、啊，残暴日哦，敌人血量哎，敌、欸、人血量 50% 以内伤害加 20%， 还好。哪一个啊？刚获得到的那个、啊、项链，好像到门了。等一下，下面我探一下。啊，对，是门。伊斯尔豆尔。那就希望是出口啦。哦，钱 ，nice、哦。应该他也只能是出口了。哇，最后一个啊！怎么取消好了？我知道弹药库了。哦，白痴，200块。哇，没了。我把它换位置，结果他都结粉。啊。等你滚完就射就好了。不行，这个机制我觉得不行。哎呦哎呦哎呦！不行，他只能三连呐、啊。三连。对啊，不能。喜欢这影片，来个三连。好，来个三连。哼哼哼，这样你就射不到啦。想不到吧？真的是射不到了，哪一个？射不到嘛，射不到嘛，射不到嘛！我做，
哼哼哼哼哼哼，我学会了。好，打王了。对，这边是打王的。那边真打。打王前播广告，我去尿尿。好。好。刚刚灌了好多茶。环形说的对。哎、欸，哇哇哇哇哇！你可以去尿个尿啊！啊，你可以来射啊，你可以反射啊，我们才要学那技能，你都不会射，对不对？对耶，好啊。你射谁？你现在射谁？好开心啊、喔！对决啊！你不会对决是不是？喔、我不会，我不会啊！你要射他的头啦！我要绕着他滚。再滚！哎、欸，这样没有先把他射死。等一下，老师，你这样不行啊！是你才不行吧？这样就是应该要说，好棒哦，多杀我一点，拜托你杀了我。放心，你看，就是他。放心，救我！没有啊，我们就直接坐下。哎、欸。我起不来了，哦好，可以了，这样我就会自己弹出来啦，是不是很聪明？哼，吧 ，Let go Let go， 有，怎么第一波啊？第一场就，哇，可是我的，哎、欸，我觉得你这一轮真的都是很棒哎、欸。谢谢啦。对啊，这个也是我之前刷很久的，欸、好像刷不到吗？没有没有刷很久，好像刷三场才有。守护女神有玩过吗 ？ZZ 这边这个。哎、欸，我刚点了，点了吗？哦，你要摸啊。哎、欸，这就是守护女神。我记得我们当时是窝，哦没关系，先打。哎、欸，我们玩了再玩了再讲，我不讲。第一趟。直接玩，坚持到门打开。哦、我的补已经被清空了，现在没有补。哎呦！用砍的，用砍的，子弹有限，那个再打就好。还有个弹、啊，那个这个。可是我需要那个补。哦。可以先打一点起来。这个砍的会那个辐射。对啊，那个再用打就好。露米就直接过去砍了。对啊。对个屁啊！路易没有补，是不是？你吃龙心，你吃龙心，你没血就吃龙心、欸。这个人，来不及，最后一刀被砍到了。你们先。啊，挥倒了。瞬间，我觉得我们待的位置不好啊，那边被有点被卡住，我这里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反正后面我知道啊，不用救你哦。来救我！路易来救我！路易救我！你看，你就快救。好。来了，我来了。还没有两个辐射，两个辐射来了。有救起来吗？有，我在救环境，我还没救到。没事。爆炸。鲁米，辐射好吃吗？这个好难吃啊！我又没香草。哇！没有人形的、哦。对啊。说是再一次懂了，等一下换位置。好，我跟着你。你在这里太可怕了，我跟着你走。他是一波一波的，是不是？会一直来。哦。因为我们都要坚持到时间到。啊，刚刚都挤在那里、哇！尤其那还有那大炮的，完全躲不了。好像直接开始哎、欸，有按吗、欸？直接开始了，直接开始了。人形的比较麻烦。哦，小心辐射哦！有。哎、欸，人、欸，他会直接从后面重生，白痴！哦，从上面跳下来的、啊。左右都有，对。我倒了。等我一下啊！
我以为贴被啊，喂，是被辐射弄到，没有反精二倒弄到，你就要反省了。二倒，他那个辐射怪很明显啊，嗯，这两只啊，你就不能用砍的，你用砍的，嗯，我看到中间心脏黄黄的，很明显，它绿绿的。玩了多久了？天哪！我今天刚开始玩。你砍他，砍到被辐射打到几次？超多次。哇！你小心哦！我觉得我们刚刚那里也不行。这上面呢，楼梯。走，随便走。我只是想要有一个背后安全的地方。好像这中间会整个都在中间。对，所以不要，我觉得不要在中间嘛。武装，小心哦，两个辐射。下面我来，路米跑。我在看下面那个火箭炮的来了，露米吃吃龙心，我吃了，我吃了，我在吃，正在吃。后面哦，楼梯下棋也不错哎、欸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就你还你在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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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跑啊、oh, ！Sorry。我补了，我补了。我还以为会切近。我吃，让我吃一口。哎，没吃下去，汉堡包。露米掩护我。如果什么金？等一下，左边我再有一点远。我是秒补，真的很讨厌。罗米那就是会辐射的，你要小心哦。耶、yeah ！后面有一只那个的手榴弹的，不是榴弹，榴弹的。对。火箭炮。哦哟。有水，刺，哦呀，这是可以啊！还有喝水，可恶！哦，这两个紫色的、欸、全没有紫色的，然后一拿就大爆炸，砰！武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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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怕，感觉像火焰枪、放射步枪。啊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啊？那叫枪啊？这道枪啊，射线步枪啊，对对对对，辐射哦，这可以打自己人哦。哦，你们我在看东西，你们应该不会，应该扶不到我吧？哎，可以，我扶不到、啊。我在看东西，应该不会受到伤害，结果就躺地。你哪来的想法？对啊。嗯，这个很难躲。可是这样就没有散弹了。不是很难躲哎、欸，哎呦，蹲下好像就可以，墙壁就可以挡。那杀伤力强吗？嗯，记得我是没有，我记得我是没有那一把、啊。好像蛮强的，因为。它具伤害是固定的，你说不定可以玩啦。比起散弹，我觉得你不太适合，露米，认真。嗯，我再换。我还是用散弹。好的，我们要走回去了。啊？这边没有出口。我们的人真没有出口？对啊，这边不是。啊？啊？那就。啊，在地图没看到、啊、整个地方都是死路哎、欸，
上面其他地方 也都不行，是不是？那就是，你想走到神秘的地方吗？没有啊，这边是怪出生的地方。啊，可以啊，走很远呢，走很远的死了。对呀、啊。说要走回来了，所以这个这整张大地图只是支线地图而已。对，我们要从、要走回那个大沙漠去了。我们从一开始就走这边吧。哪里？我已经回刚刚那个门那里吗？对对，这边。我们刚刚不是有一段路是我一开始摔死那边吗？我们要走那边回去。哎，啊，那边哦。对，没有，因为我们为了拿这个放射步枪，这把枪真的很稀有，给露米用的。为了他，为了帮你拿了一把，我们整整花了一个小时就为了你。你们怎么这么好？谢谢你们帮我拿了我的爱枪。我直接想要把你给毙了。你想那边怎么走啊？走那边。嗯。要我们先把这里走出去？哎、欸，这怎么不用船的出去啊？可以吗？啊，船的出去哦！对啊，好跳好跳，伤害真的很低，对不起。你还要持续？你想想看，至少比你的散弹好吧？没有，你要想远距离，你的散弹完全没办法跟这个枪比，好吗？OK， 不的、啊、过。对不起。那我们干脆先回去吗？回家再回来，他也会在哪里啊？你如果不点上一个存档点的话，哎，是他只有上一个存档点。那我们离开地宫啊。噔噔噔噔噔。哎、欸，左边那个、啊、左下啦，左下吗？不是左上哦、喔，左上是我们刚刚那个、啊，刚刚去的哦，那左下吧。对，米莱路，就露米死后，我们去那里，嗯，啊、那里出来就再买一下那个了，哦，买东西的地方。所以这整个都是假的，本，而且还没拿到方块，还不能复活他。对，还要复活他哎！这游戏这也太坑了，呵呵。Hello， 这种探索距离没那么远，我其实会觉得比较讨厌。阿胖哦，阿胖哦。碎啦，干掉！露米，你写的这样你就克了吧？哎、欸，哦，我刚刚按到，我想说我克了就按到别的。当当当当，往下走，等一下再往右。距离有很远吗？有啊，你吃到敌了哎、欸。哦，嗯。好像远端的距离没有痛哇，不能互砍。你觉得枪越远越痛是合理的吗？嗯，太合理，一定有递减伤害这个东西啊。有飞来了，你是不是以为枪射出去它就会永远直线的往前？等一下，那弹的怎么吃法？反正就都捡就对了。它应该也是红色 的, 紅色的啦。哦，动机也128发，算多。那、欸、狗叫你啊狗，不听话。都是路迷。我拿到了一把好。枪，好开心！
噔噔噔。你是射错人啊，太远了，啊、看不太清楚。没有啊，射，而且射对，射对，还有抵抗。哎呀，为什么我是直过来？赶快，露米跑、啊，不会死啦，还有抵抗啦，太远了，没伤害。好，好，好，不会死哦，我摸了，说最后一滴的血啊。有啊，整个走回去，就好奇他这样走回去会不会重开，反正比较快，有时候会啊，因为毕竟还要再走一次，很像都市的那个东西。没走过哎、欸，还是更新了。不知道，我现在信仰者大厅，我现在很偏，我现在很不懂。信仰大厅不一样哎、欸。那就走啊！哎、欸，没来过、喔。因为刚刚都是四个字的，现在变五个字，很明显。可这像打 boss 的地方哎、欸。啊，这边就打完的啊，对啊。这不是之前打那个不会更新了。过场而已。那就代表走了，走了，走。走对路了，哦，就是这一集真的一个小时，应该说从上一次就是走错了，要回头，打完 boss 就回头，我、哦、超强哎、欸，没事，我们这个游戏真的一直在迷路，下张地图，你要真的好好记一下怎么走，热城神庙，啊，这里有没有办法逃脱地城啊？地宫吗？嗯，刚刚不是有萤火堆吗？外面啊？那会逃到这个外面吗？也不确定。嗯，打了。但是箱子没开过耶，这条没走过，现在对这人生怀疑，绝望了，很绝望。Hey everybody, let's on me. I'm coming. 走啊，到了。哦，要玩是不是？哦，这把枪。可以，要玩是不是？要玩是不是？卢米，快吃，巧克力要死了，快吃！好吃的，我吃了，一人吃多人补啊！活得好好的、啊，我帮你补个血了。哎呀，那远远是巧克力吗？对，好怕射到你哦、喔！射到有，好棒哦、喔！哦，哎呀，多开心了！然后是那个激光枪，到底有没有烧到他？是了啦，烧到他怀疑人生。我觉得你有烧到我。没有，怎么会烧到你呢？我用技能，不管。嘿，后面有。啊，舒服！走，我觉得逃脱的路，背后突袭，好爽！右边，哦，我穿过我，穿过我、欸，哎。不帅！你不要乱射啊！
我刚感受到了，我感受到我射到你了。King King King， 机关枪在我这。啊，打开了，都有掉流光水晶。有前面。一直乱射，一直辐射、欸。这个好棒，射起来啊，很棒。哟，啊，走出来，走出来了。真的该出来了吧？换了吧。大遥远。Yeah! 哦是成了，接下来就要怎么走就不太确定啊。暗暗的代表没走过嘛，继续往上。不是全暗的哎、欸，暗全暗的，我是有显示一些哎、欸，可是这样一条线而已，我不知道那个哎、欸，就走啊，反正进去看到很多颗人骷髅头的那个机会很大。那这样子应该要走去过的地方吧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好像就只有房租的没有事，左下或最右边，哪一路啊？现在是全暗的，哦，你想要去开 key， 开 key 就要去过的地方，难得。哎呦，臭狗狗！牛贝贝，他们感觉都变弱了，其实只是因为我们变强了。我还要调角度，很多很怕打到你。这里哦，踩板板的地方，好像就是这里的右边呢。我记得那时候走右边，好像就很开心，很棒棒。开心很棒棒。走过去就知道了。拿 key 啊！小乔克，有没有人记得是不是走这里开那个叫什么溜闪光棒？光棒嗯，对啊，其实有没有人记得是不是这里闪光棒？啊，进去开，进去开，哎、欸，不是这里，这边是跳下来的，是我们进来的吗？不是要跳下来的地方，上不去。欸、可是有人说对、欸，可是这边下不来啊，上不去啊，怎么上去？上不去。对啊，闪光棒。圈。你是不管怎样都说对而已。对啊，怎么样？对。那我想一下哦，上面是那个层还过不去，是不是？塔好像。那个塔那边，那个塔要有东西放上去啊。好，然后啊，这里下面是啥？那个下面是啥？哦，这里没东西哦，没东西啊。要往右吗？我往哪走啊？对，就往地图的左边。对，就你们这边一直走，这边有两条路啊，就是这边走过去之后右拐，也就是往地图的往上是一条，然后还有左下也是一条。左下的话，它是有那个可以摸摸。嗯。忘了耶。我小心。
哦、你们这有胖胖哦。哇，胖胖都不足为惧啊。你是不行啊！我错了，对不行。想硬进站，耶、yeah, ！汉堡包，这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方式。打一下，我赶快去看一下记录档。好。哦，好。说不定可以更加节省时间。反正那个枪好痛。我深啊。哦，现在是零，难怪。哎呀，哭了，我搬不过去。听到，你，我这边，哦，开组，看不出来什么时候开组，啊，要看那个精英怪在哪，哦，在这啊，超多只。小只的很多只，你有箱子哦？没，我没看到。嗯，房间里面有箱子，你没看到？哎呦哎呦哎呦！外侧有人，吓死我！外侧有东西。但我刚刚看好像我们是从哎上面下来的，所以要去左下，要去左下。这样，嗯，所以这边继续找。对，啊，看我们那个地图是一开始从上面下来。所以走这应该就对了，开开三个好地方。哎呀，偷袭我，怎么大傻呀？哎，可是他跪在这，哎，为什么我怀疑人生了？完，跪在这里，所以这边是我们刚进来的地方。好，补子弹啊！我们家上面那边应该也会补吧？好好。好，那带有入口，所以我看可能看错地图。哦，没关系，我现在整个大迷路。可是至少用这种山区吧，我们迟早就可以走完了。对啊，摸着迷宫，地图直接开完。所以本来就一定要找到三个 key 哦。嗯。反正你开一个地方就只有一个部位啊，啊，三个 key 就是帽子、身体跟脚。嗯。可是如果这样，那右边上面，摸过去是不是？因为这个开完就全部都走了、欸。不然大家过去看看。啊。好。那我们应该这地图就每一边应该都走了吧？全部都开完一圈。不然你就要一直往上走了，一直回头了，这边都走了、啊。哦，是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机会很大。好像很像，因为有这种晶晶的东西。哇、哦哦、，sorry 呀、啊，好看到荧光东西就被吸过去。买蟑螂。有啦。哎呦。嗯，是哦，到了吗？好像是哦，是哦，是哦，是哦。骷髅头，看那个地图，最后也是。哦，有个大怪兽在这里哦。引爆的声音。哦，你看你那个包包，头上。哇，好多、哦。烧死他们！
有箱子，开库德。哇、oh no ！跳下来一只，射爆他屁股。没啊，畏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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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在畏惧啊！臭辐射，绕一圈，应该往下没错。哎，嗯，这里这里这里有这里有这里有这里，不是这里，厉害吧？迷路了。有有有，来了！吊死！前面有胖胖、哦、打屁屁，哎呀，他好像卡在那里，哎呦，放了、哦、嗯，找到你啦，哦，这是什么帽子？阿卡里帽帽。阿卡里还没结束啊，还有一个啊，还有一根阿卡里全套，酷酷耶、yeah, 欢迎弗洛、哦、阿卡里就以前说阿卡里增加移动速度、哦、对对对对，我们现在这个是增加伤害，高护甲比较低耶、欸，可以升啊。嗯，略增加闪避时间，感觉也不错，试试看。哇，衣服的防御也差太多了吧？嗯，所以我先决定不换，升好再来换。为什么以前我喜欢这一套啊？还是你之前没有拿到这一套？我有啊，它的闪避感觉是有比较远，滚的距离增加闪避时间。好，摸出去，我决定还是当虚空怪物了。对，虚空怪物帅气，它的防御有点低，不太适合我。我也放弃那一套，生蚝再看。哇。离开四弟，那你看这样我们就只有上面是没走过了、啊、嗯，不然就要再往回了、嗯、可是应该没有那么往回吧。跑起来，嗯，你要再摸一下吗？不要，哎、欸、我在扣血。对啊，你在扣血啊。哇，我、哦、之前好像有遇到这个，嗯，莫名燃烧。左边，对，往左。疯了啊！这个有个缺点就是人不能在前面，不然会对杀。不要跑，你就不要跑。你让我砍一下会怎样？
走错边。很多很多，我完全不敢跟你走啊。不会啦，顶多爆头一下而已啦，没事的。不要被你辐射。哎呀，第一下都先躲。投爆了，投爆了。啊！硬打型玩家，啾啾啾啾啾！对啊，你看我们再一针往上了。嗯。啊！我又按到了。五子弹吗？你又吃两百块又没了？为什么每次都刚好按到两百块？还是你要打 BOSS 的时候再插回来啊，放回来。好，换五十块。有木了？感觉我塔吗？我没 boss 啊。嗯，我们只能走这啦，没有别的路啦。这很奇怪啊！你摸摸，你摸。有东西要放？没有哎、欸，感觉是要放个东西上去的啊。要放一个十字。欸、对啊。我们还缺。可是。我的大地图最下面是黑的，可是应该没影响吧？最下面是我们刚走来的、啊。对啊、嗯。还是没有刷到。老走了哪里吗？哎、欸。没、欸、什么。摔下去。你是摔死是不是？对。总之你找到什么嘞？我摔死。小时候那明明看起来是有一根的东西啊，它，嗯，这个道具是必得吗？还是你必须要探索？冥想嘞，很救人。我印象中还有一只王，应该是要打的啊，还是要问那个人啊，那老头。回去对话吗？因为我们这边没有路啦，就要打就可能要重刷吧。你看我们这边跳下去的话，出来就会接右边啊。啊，左上是我们刚刚拿到的 key 嘛，啊，左下就是那个女人那里啊，那应该就是刚来到这张地图。对，啊，右下就是我们上一次打的那，刚刚那一小时打的、啊。火龙打完，还是要回到那上次很奇怪那个虚空的地方、欸。怎么还是跟那机器人多问问看呢、啊？机器人，机器人谁？就刚刚我们不是有买的东西要给机器人插什么？那好像在那边拿什么东西？那边有东西拿吗？印象幽冥是不是很冷？对啊，都变鬼魂了，巧克力又不觉得冷吗？附身在他身上，耶、yeah! 谢谢你，我们先至少回去整装好了啦。好啊，好啊，等我，我很崩溃。啊，之前的那个地方没有，就是那个女人之前就打完火龙
到那个女人之前有到那个就是上楼梯会自动跑出来那里啊？嗯嗯，那里有东西要拿吗？哦，没有，确定是没有，那就奇怪了。大堆东快点！你快买！我在帮你卡他，半度米冲过来。不行！哪有我哪有冲过去？我只有在这里。哎呀，你有弹药了，好贵呀、啊！都够贵呀、啊！哇，流光水晶都可以买。嗯。呀，你卖什么？看看你的货，武器购买。这反应你拿冲锋枪还是狩猎手枪？你说刚刚痛的那一把吗？手没有啊，手枪啊！哇，不行的，狩猎手枪子弹太少了。冲锋枪啊、嗯，然后是拿猎枪。召唤一个可以向敌人射击的骷髅头。召唤流。哦，召唤流感觉不错、哦。可以买，反正我那个火焰其实还好。我觉得护盾好像也不会用到。那是你没有在用。护盾，因为冲锋枪。摆掉它。啊。他说没办法，你看我们重生点都踩过，他没办法直接传到那里哦。你说各种地方啊？就对啊，直接传到我们踩过的地方啊。没办法，走好远。嗯，超强散弹，加十散弹，嗯，加十步枪，五十。大锤是不是没打？然后大锤要打树人，然后在第一关呢、啊，我是遇到火龙。防御更上升。现在确定没办法，就是直接传。嗯，那我们要。慢慢跑，再跑一次，上一个存档点了，还是要全部重开？全部重开应该比较不好，是不是？比较不好啊。好。欸，不一定啊，因为可能会遇到我们没有。默默，欸，等一下哦。因为比如说，这张地图总共会有七只王，可是你一个任务进度只会遇到三只王，这个好像可以传到那个、欸，嗯，你是说很多楼梯那边吗？没有，我有一个
传送叫做洛姆他的荒原商人。嗯，哦，就是那个啊，买卖那个地方啊，哦，可以哦，感觉就是啊，嗯，哦，走啊，就直接点了，踹踹看，快了，快起来，这样才比较合理啊，不然全部都要重跑。哎，有啊，有。在哪？我是谁？这里有东西，干嘛？为什么有？有引刀吗？你们地毯式搜索，我一直跟他聊天。想要分析？怎么样？又要一直跟他讲话？哦，对啦，怎么了？好像是把他，好像是把他杀死吧？啊？你说杀了这个玩这个商人？商人，商人，等一下哦。嗯，做啊！可以杀吗？我记得他对话有吗？没有，不行。他对话只有说外面的那个是他找到的。然后还没办法修好它。嗯。哦，我身上就只有13号钥匙，剧情13号门禁卡都不对啊。嗯。这游戏是不是要找攻略？太强了吧！挺强的啊。网饰品，对啊，他也没有卖额外的。地图已经都走过啦。那没辙啦，我们左上角的地图没走到出口，要走走看吗？左上角，左上角，就可能我们还有路没有走到，因为这真的也不是不可能，那就走啊！看你们左上是跟我走不同，你是哪边？你们总在走右，哎、欸。白痴哦、喔，我看错格，我以为是金色的。左上这边那时候就是原地出来了，那边忘了有没有拿到什么东西，但是他就是死路。嗯，然后我们就直接再传回来。We did it. 趁地图还开着，大崩溃。看起来就像是死路啊！对啊，这个哪里？记得这个只是拿枪的吧？不是，好像不是枪，好像不在这里。是这个啊？那我看到什么全攻略地图？这个是什么？黑是影像。
这样自由走啊。你先看，你先看，我慢慢打。哦，你要先打。正前面，我看到有人有这状况，然后感觉大家没有回答到他的问题。又来，有人偷来，你跑去打你啊？原来是随机声吗？还好，双萤幕看，没事啊。关键就是要看那个 key 啊。对，要找。好笑要死。应该会打到一个东西，然后掉。对，对啊，打败这里的 BOSS 会掉咆哮钥匙，所以打败他就会掉了。骷髅头。嗯？怎么打不到那只骷髅？那是我的骷髅头，那是我的骷髅头。哦！我想说奇怪，我怎么打不到他？你介绍，他叫露米，很笨。你知道，这人是很关键，就是妈，你去死！我看到他也没有说要怎么找，他就只说就是打。欸、你这样把地图探索完，打完 BOSS 就会获得。对你这样讲，哎、欸，我找到门了，这边有一张，这边有路口。所以果然我们有找啊！我没清干净。没有，我刚刚看到地图突然闪了一下。欸Yeah. 没事，因为你这样还好，勾起我的回忆了。嗯，而且我觉得重点就是第一次玩，我觉得真的不要放弃，你就一直找。真的，因为如果你重开的话，那又要全部再找，你有可能又再迷路。对，就无限轮回。啊，我这里，你慢慢来，你慢慢来，往前走就好了。哎、欸、你怎么死了？被两只甲，有一只辐射的哦。有这样，有因为像这个，你看攻略影片没有用的原因，人家地图不同，嗯，它、啊、每次地图是随机的，但至少我们刚刚就是可以厘清，就是啊，就是打完 BOSS， 嗯，嗯，解锁个特性，你看攻略他只会知道就是说，哎、欸，大概要打哪些。看一下特性，又来了。我刚刚看到一个特性，刚才也开始看嘛。T T T， 通过射击大150能获剥削者，弱点伤害增加，开始初始19%。哎呦，我要点这个。哦，好像很跳。哎、欸，确定这个门吗？这边好像走过。这边没有走过啊？有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们走走走吧。我总觉得，感觉都好像哦，有一点点绝望。他就这样啊，那真的要都要互相记地图。绝望还是希望？希望？希望吗？是希望，是希望。没有地图，真的没走过。哦，
打 boss 哦，啊、是打 boss 的、哦。前面就 boss 了吗？嗯。哦，那我们今天打完啊，好啊，那应该就打完他就获得那个 key 了，一定要。哦、我看外面，哎、欸、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是。然后 boss 不一定是同一只啦，嗯，啊，但是就是打完他会获得 key。哎、欸，我没有打过，我没有来过这里哦。好，我这里。他跟我看到人家打的也不同，我看人家打的是小小只的。我没有那么大只的，我没有这么的可怕，我觉得有点可怕、啊。我记得以前没这只哦。干嘛呢？他一起来吃药者，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就是他打旁边的球，把打旁边的球，先打旁边球，去把我的小鬼，去救我的小鬼。哦，那头颅是你的，对，是我们的，那是我的头颅。哎呀。打他头，打他头，头有弱点。干嘛？哦，不知道。招东西出来。招、啊、怪，招怪，招怪，还好。没事没事，我们也会招，我还两只。努米可以克。好，我克，我克。哎、欸，我突然觉得护盾是不是克这只啊？等一下哦。哦，护盾拔掉了。没有，他大部分都打我。嗯、我也会头颅。我是什么什么？我飞起来了！我飞起来了！我飞起来了！空间在转移，要重新打那个旁边的了。他还招怪，哇！我啊，我倒了，看到你倒了，碰到这里很可怕、啊。哦，完了，救不到哎、欸！等一下哦，他打我，你露米救。我救，我救，我救，我救。好、啊。耶耶。是现在。哦，又来又来又来、哦、又来又来又来，我觉得很可爱。转一圈放你下来。我要嗑弹药了。我偷捡。哎、欸。哦呦，记得要滚哦。没弹。地上有。吃，我有。花钱解决一些问题。好，爆了、哦！好，砰砰砰！可以！哦，没子弹！我吃了，止血！好，哎呦！完成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什么？龟派激光，他会激光，我也会激光。红色激光，滚得过去是还 OK。喂，哎、欸，滚来滚去，死碎。哎、欸，我跳成就，真的我没打过这个。钥匙大师。哦。守护生命之石，获得、欸、回复。哎、欸，我获得大笑、欸，哎，我也获得体力回复增加。咆哮钥匙有没有直接获得？哦哦，我刚跳成就了，我真的没打过这只。表情，赞哦，赞哦，光有更新，舒服。有人说之前有这只，但这只不好打啊？啊？可能就是比较难几率吧。可是那我怎么打完伪王的？没有，就是随机的 BOSS 啊。哦，一样都砍掌管钥匙啊，只是不是他。
对，不一样。我看人家打拿钥匙也是打小只的，我记得我那时候是打小雨头的那一只，那什么钉拔，我看人家是打钉拔。哦，对啦，欸，钉拔的武器很帅哦、喔，它是一个长矛。啊，我看人家是说，看一下哦、喔，好像要去找那个商人先，对吧、啊？存档直接过去吗？对，啊，哇，荒原商人，啊，辛苦老半天。终于有，原来是没发现那个门。苦尽甘来，哎、欸，是不是又迷路啦？对，差点走错边。不是插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是电池什么的了。没有，跑下钥匙好像直接插，好像。哎、欸，哦，没事，这也不用跟他讲话。忘了这个电池怎么得到了，没关系、欸，可以给他100块，还讲秘密耶。一料，可以给到我们不爽，他把他杀了吧，他们越要越多。还有这样，东西会增加吗？哎呦！哇，这样一直给他钱哦、喔。我大概给他500块了。哦、特殊的护甲给我。哇哇！哦哦，所以可以买东西。骗了一堆钱在卖你东西。有啊。新的护甲可以买哦，增加最大伤害的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护甲其实还不错哦，防御力也是哦，它因为是直接是加5的，近战跟射速，你们可以看看，我蛮考虑换近战射速。嗯，我就喜欢打近战。看你的货，当弹的。我们哦有哎、欸。哦，嗯，哎呦，关起来放。他可是一直跟他交易。我靠，秘密护甲。等等等等等等等，买一下我很快，我速度最快了，我买买买。买好了，然后就死了。这可是我付的500块，好爽哦、喔！哎、欸，这可以耶，是不是？而且你们的也是加5吗？对啊，我看不到。是他本来就是加5，还是因为我的武器有升，装备有升要加5？耶！你知道我要去救你，就点到 NPC。我是加5啊。你看哦，他应该是跟着你的父母、啊。对同一名敌人进行近距离，可以增加持续啊装备者，所以越打越痛。但是连那个、啊、射速也是啊，所以还不错。重量跟腐蚀。穿穿看，总要有所尝试。买了都买了，好吧，全买呀、啊。存档，好，休息，下次走，下次就记得了，可以前往新的了，恐惧的大门。耶、yeah ，哦，好吧。
迷路到怀疑人生，最后终于有成功。嗯，啊，那就休息啦。啊，休息啦。大家晚安，我们下次再走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好啦，那今晚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各位收看咯，晚安咯，拜拜拜拜拜拜。